我这一生的成功，就是校长教的。抗战期间，国立第三中学专招的是流亡学生，无家可归的，没人照顾的。啊，我念的是这个学校，所以没有教学费的，还要管吃管住。胜利了，我们离开这个学校，老师在我周记上贴了一句话。我就相信这句话，老师对我真的照顾了一辈子。他给我提的是第一个诚实，第二个理智，第三个大方，后面是努力，你会有很大的前途。我把这三个从小养成的，说老实话，绝对没有一句话欺骗人。诚实做到了，理智看事情看得比较深，看得比较远，大方，这处事待人接物，人家喜欢跟我接触，我尽心尽力帮助别人，确确实实反省想了下去，这一生，甘祝和佛跟我说的，我的寿命45岁。我的祖父45岁走的，伯父，我父亲的大哥45岁走的，我父亲也是45岁走的，给我算命的人过不了45岁，所以我也就把时间定在45岁。我33岁出家，30岁出家，33岁受戒，出家就开始讲经，教佛学院。所以讲经教学60年，我跟甘珠见面是46岁，他告诉我跟我祝福，我说什么好祝福的，你这关过了，你的寿命很长，福报很大，他告诉我什么原因呢，讲经的功德延寿增福。报声同声经。